大家好，我是红阳，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是用电饭煲做的拉丝面包。开锅的那一刻，满屋子飘香，咬一口拉丝的奶酪包着酸甜的葡萄干，越嚼越香。现在开始制作，首先在100毫升的温水中加入3克的酵母，搅拌至酵母完全融化。接下来大碗中放入250克的高筋面粉，15克白糖，60克的酸奶，25克的熟油，最后倒入化好的酵母水，边倒边搅拌，把面搅拌成絮状后揉成光滑的面团。面团揉光滑后放到阳光处开始翻面，40分钟后面已经发好了，我们在案板上撒上白面，把发好的面揉匀排气，排好气后搓成长条，长条揉好后切成均匀相等的剂子，然后把剂子稍微揉一下，揉好后按平，然后稍微擀薄一些，现在我们再准备15克的葡萄干和蓝莓干，稍微切碎一点。这是40克的奶酪碎，我们把刚才切好的葡萄干倒里，搅拌一下，然后拿一个面饼，放里一些馅儿，再把它包起来，包好后把它归圆。电饭煲内抹油，然后放入做好的面包坯，进行二次醒发。20分钟后，面包坯已经发酵好了，我们在上面抹上一层蛋黄，蛋黄抹好后再撒上椰蓉，扣上盖，然后按煮饭键就可以了。时间到了，开锅。我们把锅拿过来，扣上一个盘子，然后把锅再扣过来。这样做的面包不用烤箱，不用揉膜，简单省力，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，这样孩子吃着才放心。喜欢红阳记得关注红阳，每天一道家庭美食，红阳与您不见不散。